Hello， 观众，我哋今日继续翻嚟玩呢一个一直都未玩完嘅 Final Fantasy 7啊！又隔咗咗好长嘅时间，我发现玩 RPG 真系，特别系拍片啦，玩就冇乜所谓嘅，需要无比嘅决心同埋耐性啊 ！Anyway 啊，之前咧我哋就去咗嗰个 Train Graveyard， 即系呢个地铁坟场啊！而家我哋要 ，Whoops， 而家要解决啲流啰先。咁而家要去嗰、那个这个叫 Sector 7啦，大概剧情我都唔系好记得啦，因为我自己都唔会睇。电 Q 电一电佢先。咁啊，简单嚟讲啊，我希望喺呢、这个FF 7 Remake 有任何嘅，我都唔知啊。应该唔会咁快出嘅，总之喺佢出之前玩完佢啦。喂，系咪要同佢讲一样嘢？哦 ，Cloud， 最后幻能，跟你说话真好。别说最后，没关系，我们的行动害死了很多人，大概这是报应。这个大老板好似将炸爆咗嗰个成个我哋嗰个秘密组织嘅基地，成个 sector 死好多人。魔法电佢。呢个螺旋桨嘅嘢飞啊飞啊，比较麻烦啦。咁啊，如果你唔知道呢个经典系列嘅咧，我真系冇嘢好讲啊。无论你系 PS 啊、Xbox 啊，偷咗啲咩啊？PC gamer 咧，你应该对 Final Fantasy 应该系等下打边个咧？一刀空斩，劈死佢！对 Final Fantasy 应该有基本嘅认识啊，咁啊，特别系呢一集啊，应该系 Final Fantasy， 哇，咁都唔死，180倍已经，再电下佢先。特别系 Final Fantasy 7咧，系可以话系 Final Fantasy 里面嘅最佳系列。咁啊，当然有啲人系唔同意咁啊，但系对于我嚟讲。这个1997年的作品呢，到了今天仍然有很深刻的印象啊。哇，什么了，这 Barry 在这里，应该焦了，跟他聊聊天。Tifa、Cloud， 你们总算来了，当心他们在直升机上面开枪，趁他们还未过来，赶快整理一下装备吧。哦，他们来了，我没整理装备。我咪未咁滞啊！咦，睇嚟我哋要打呢一个大佬啊！已经太慢了，我只要按下这个按钮，任务完成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快啲把他拆掉 ，Cloud Barrett， 快点吧！休想，谁跟我特克斯雷诺作对？我依一依 Cloud 先，回复剂，咁佢有呢啲好得意嘅三角嘅嘢咧，系呢一个 boss 独有嘅，佢就可以罩住咗，就防止佢做任何嘢啊嘛，你只要简单将自己劈烂佢就得噶啦 ，OK， 即系攻击自己队友。我睇下身上冇嘢偷先。冇嘢可以偷。都係E一E啊。哎呀，可惡啊。Yeah！ Cloud 就揼阿 Barry。Tifa 一啲物理攻擊呢，睇嚟不是太過有用啊！电一电佢。哎，我唔系揿错掣，濑嘢，佢揿咗攻击自己。shit。Tifa，
睇唔到扣几多啊？道具，依都系一嘢，电都系得55咋。我哋补个角色唔喺度。如果俾人罩住咗咧，佢想医佢嘅话咧就医唔到啊！哪嘢啦？出绝招啦！哎，咁大剂，一刀两电啊！一道具医一医啊 ，Cloud 先都要医一医啊 ，Cloud 加180实在太少。好劈一劈 Tifa， 魔法电佢啦！唉，睇唔到佢有几多血啊！最衰，可恶啊！又罩住咗我。唔好啦，医一医自己先。哇，好痛！狂医啊 ，Cloud！ 哎呀，要帮一帮 Barry， 冇咗个医嘅角色真系有啲恶搞。唔好死啊！虽然我有啲嘅复活嘅道具啊，但系我出超必啦，系时候呢一个咧就依下 Barry 先，140啊，时间到，系咪打赢咗佢啦？呢个角色唔会咁快死嘅。如果大家有看那套 C， 即系嗰套电影啊 ，Advanced Child 定 Children， 我唔记得咗啦，系 FF7 咧，咁啊佢同一个光头佬就出现啦，哇，整到系氹氹转，我哋迟啲会再见面嘅。OK。原来喐得噶，睇下搞掂未先。Cloud， 我没法把这个炸弹停下来，你来试一试。这不是普通的定时炸弹。耶，捉咗阿边个？不错，操作这个是很难，乱动就是找死。求求你，把它停下来吧！哈哈哈。这个线区这个 sector 的紧急释放通道的设定和解除只有神罗的董事会才能决定。闭上你的臭嘴，不要打中自己人啊，这样可不太好，别伤到我们的特邀嘉宾 Arius。 哦，你们认识，能在临死前见上一面，多么美满的结局，你们应该好好感谢我才是。你想对 Arius 怎样？我仲未想好，上等命令是活捉星球上最后幸存的古代族。花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总算可以向总裁交代了。Tifa， 别担心，他没事。哎呀，打我朋友啊！两个都是我心爱的女人，快逃出去！哈哈哈，马上就要爆炸了，你们还逃得了吗？嘟嘟嘟，哦，血。呢啲就系 2D 加 3D 嘅特效，所以就算佢 remaster 咗，佢一定要重制。呢个唔系你冇办法再将嗰啲喂走啦啊！冇挂住玩，好啊，冇挂住讲啲技术先。线区要塌啊！你就沿呢度走啊 ，Barry 用这个逃出去。
诶、欸，哇咁样，哦 OK， 哦，咁安线啲安在4:3咧，所以大家见到啊，而家就算系，哇！就算是 Steam 有一个新的，这个不是叫重制啊，这个叫、HD 版本啊，是 Remaster 啦，咁啊你都冇办法变做16:9啊，你可以 set 嘅，但你会拉长晒咯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大佬，一定要播啲古典音乐，懒系 grand 咁样。所有的奸角都要在背后做事的时候要播一些古典音乐，我经常听古典音乐，我第时会变成做奸角了。